嗱，呢啲似乎咧聽落就好似好遙遠咁，但係因為大家自從咧飲咗鹽水之後咧，其實都唔係距離我哋好遠，喺我哋身邊。咦，咁水銀係點樣嚟嘅咧？水銀嚟講，好多人咧，如果佢食得海鮮多，哦，相對感染嘅機會有呢個高啲嘅。哦，海鮮裏邊有水銀嘅。海水裏邊有機會。海水有，哦。好嘅，喂，咁呢啲嘢就會影到自己即係個腦頓啲嘅，有機會㗎，佢有機會入到骨，有機會入到腦。哎呀，咁我哋點樣排除翻即係水銀唔知點排唔排到啊？鉛好似排唔到㗎嘛，睇新聞就係、是。相對比較難排嘅，係啦，但係佢知道個原因嘅話，希望我哋就可以有啲藥係講話可以將呢啲重金屬喺個身體度喺個腎嗰度排翻出嚟、哦，但係最緊要咧就係去揾下有冇一啲源頭。他們平時是會令到他們那個這些重金屬是會高的、哦、譬如有些人他是個鋁會高的或者一些鋁會過高的可能他的煲啊那些他是磨得多啊洗得多啊這樣、哦、是令到有些是金屬的在食物當中 是會滲出來的所以很多時候他針對了就跟著就要看看找不找到一些源頭好像鹽水一樣、嗯、你找到一個源頭出來去避免了繼續有這個情況出現、嗯